有限，但是很想说，很想感谢的人很多哦。那我简短快速的带过。那我首先呢，就是要感谢安利公司举办这个活动跟奖励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要感谢佩瑞主任呢，还有老师们的争取福利，然后还要感谢我们佩瑞主任，就是金门台湾的奔波，还有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，那个我们的区域教练劳心劳力用心的辅导。管理之前呢，我本身非常非常的不爱运动，而且很少运动，可能一年的工作量运动量不到两个礼拜。那我长时间会黏在沙发上，或者是追剧。大家是跟我一样，啊，所以呢，我的体脂变高，我的肚子变大。然后呢，感谢神队友，我这次呢，很开心参加这个曲线管理，学到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吃对食物，第二件事情就是用对方法，让我呢很健康的享受。那感谢我们神队友的激励。那我要表在这边表达，我们在这曲线管理期间呢，我们感动的点，我们团队呢刚好碰到台湾要参加大会，然后三四天的行程，那神队友们没有放弃运动打住，就是呢在陌生的台湾呢找了学校的操场。那虽然会议到很晚，都凌晨才睡觉，可是呢大家还是坚持早上5-6点就起床，然后呢大家你call我，我call你，你call我，我call你，然后呢把大家从床铺挖起来，然后呢大家呢就是一同到操场坚持跑完30圈，然后完之后呢再做有氧运动。然后更好笑的是，我们去美食街呢完蛋了，碰到呢曲线管理怎么办呢？大家呢还是把持住了那个对美食那个香味的他幽默呢，大家呢看着美食的图片，然后吃着蔬菜。我觉得大家神队友为了呢曲线管理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，达成目标，大家呢共同的一群人一条心一件事情。很简单，只要做几件事情哦。5个人，4星期，3公斤，2代餐，每天1万步。